门吗？如果是学霸这个地方的后台的实战地区，可能我们在走访的过程，我们就到了一个冰淇淋的文化馆。可是到这边的时候，因为这个馆一个礼拜休息三天，它一二三都不开，然后只开四五六日三天，开五六日三天。对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文化馆到底是做什么用的。我们开始去找，找人问这个文化馆为什么叫树栖林文化馆，它做什么用？然后我们就在路上嘛，就碰到了一个我们这次介绍第三个特色的地方，它是那个竹峰体育会。这个地方竹峰体育会，我们就碰到我们第一个贵人。对，第一个贵人呢，就是盛松大哥，大哥跟我们换了这个盒子。他是在地的民意代表，他是议员，议员。所以吴盛松大哥呢，他给我们换了这个盒子。这个盒子呢，是他夫人亲手做的，有跟着他们去日本去做过巡回的交流展示。然后当场为了这个盒子，他们两个夫妻呢反目了。啊？他们夫妻反目的。哇，那你们是破坏人家家庭哦？没有，还有后续，请继续。下去，那盛松大哥他，我们想跟他换这个盒子，可是他就摇头不要。对，因为这个盒子他不想跟我们换，而是夫人在旁边，他就说再做就有了，再做就有了。他说夫人说这是他的专长，他的专长，然后他是用木盒子，用客家花，用杰普巴特的手法，他去贴的一个盒子，他的家花布，对，然后。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啊，是那个竹东体育会，所以这个议员的专场方面服务的是在体育休闲体育的部分，他个人还是软网冠军，所以我们刚好出他的时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奖杯，就属于他个人的软网冠军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到下一站，到了下一站是消防队，我们想说消防队里面应该有一些。里面也要找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或者是是他的他要我想解决的疑惑。因为我一直来，我以前有听过一个传说，就是女生不能上消防车，或者女生不能站在消防车里。然后我就想找这个答案，然后所以就进去了消防局。然后来就有一个大哥跟我们解释，小弟啊，他年纪应该比我们对。他跟我们说，其实他们没有这个机会，甚至连消防编组出去啊，从通知上都会有女生，对啊，女性的消防员，所以这个是无稽之谈。然后我们在这里提出了我们另外一个要求，因为我们把两个苹果分开，对，我们不是两颗苹果一起放，对，一颗苹果就放在这里。第二颗苹果呢，我们就在消防局要跟这个小弟换礼物，但他不能做决定。很幸运的是，分局长在里面，而且分队长，对，而且帅帅的，很帅，很年轻，对，很年轻。二话不说，他们在里面就一直找，一直找，找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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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，最后他们就拿出六个，他说限量的，限量版的，六个娃娃这种公仔，对，而且都公仔钥匙圈，他就给了我们六个，然后。我们带着我们的礼物呢，就继续走，走到了这次不在地，我们在路边问路人，他那边有没有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。那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喜山坑，刚好在我们附近学前桥，学前桥底下。他就说，反正你们要去吃面，那你们就往前走到学前路，看到学前桥下去，刚好看到三个阿嬷在洗衣服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我们发现了第二件，就是任务里面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，对，就是花老师本来他们的路牌后面都有一个，本来以为他是美人鱼，他比如说学前路，路牌后面都会对有一个 logo， 对，那个 logo 我以为是美人鱼，然后我们就想说问一下当地人为什么会是美人鱼图案。结果呢？对，他们那里是客家庄。对，客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叫天春日。一月二十。她是女娲，然后在补天呢。对，在补天。在讲女娲补天。女娲其实在做一个客家庄的。那这个讯息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三个阿嬷并不知道。对，不知道。
这是你们特别去问吗？对，然后就问到在面店里面问到在地人隔壁桌。那我怎么没有听到你们在问哦？我们在合照，中间那一桌吗？对对对，就在我们两组的中间。那个妹妹很不错，就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在装进，大家都吃的很开心，吃的牛肉面。然后我们还要交换，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换到了两样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在等面的同时，已经6:20，怕来不及。他们说口很渴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去隔壁的跟他俩买饮料喝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。所以我们就拿了两只这个公仔去，本来只有一只啊。然后我们想要换一些特色的食物，觉得换价值高的不一定最好，我们想换最有纪念性的，所以我们就问他有没有干妈讲有没有在地特色的食物，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们小时候。对啊，这个好久没看到了，从小吃到大，对不起，从小吃到大有吃过，这边我这边换到这个觉得好高兴。这是马卡龙，这叫类似啊，但是传统的，我没有去耶，我没有去，对，这叫做红饼，他说他们小时候为什么爱吃，在庄记的旁边吗？红饼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很高兴换到红饼，然后想说只有换一包，万一等下换走就没得吃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没有再拿了一个钥匙圈，就是他再换一包，所以现在大家才有的。哦，谢谢。用两个，总共三个换。两个换两包，钥匙圈换一包，这是我们第三次换两包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吃完面，然后喝了饮料，怕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走从夜市那边出来。对。到了加油站，台湾人加油的台湾中油，我们去跟他用钥匙圈问他可不可以换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给我们，所以他决定换站里面的精神象征，只有工作人员才有拥有的帽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换了一顶台湾中油精神象征。最后呢，剩下一分钟，一路跑回车站，太棒了。哎，刚才有说三九改竹东是民国39年才把这个树起改为竹东吗？因为他们学霸最多的三棵树，象棋树象，然后它又叫做树起，然后这个树起还有一个他们在地人客家的说法，客家话的发音听起来是海优，你什么东西？鸡油的皮油的。所以是东方人，就是去参与了一段给他讲解的过程。他跟我们讲这个纪念馆的由来，所以他们这个纪念馆才会盖成这样，像棋盘的感觉，因为象棋的谐音。哦。竹东以前的旧称叫树棋林，以前叫树棋林啊，民国39年才改竹东。报告完毕。这样。哇，好棒哦！而且郑东议员很热情，他10月29要改选呢、啊，他说有朋友住竹东的话，他请。对对对。哦，那还真的是有哎。除了介绍我们这家做营业业绩，还是说要带我们去吃，帮我们出钱。啊？哦，要请我们，对，请我们吃街坊牛肉面嘛。对。老婆在这里讲话。那老婆会说我们可以吃更多。我们时间来不及，问他带我们来吃面。像你看，各组都滔滔不绝啊！对啊，真的很棒，能量很高、啊。对，因为他们自己的东西。对。啊，对，他们有加油画了一颗，一桶新油。没有画了一颗，那个他说想一想说那个加油站的政府不多嘛哈，所以他们就去找到那个，因为他们第一个原则就是他们不想走太远，对，所以他们就在这边。他们换了什么？换了一盒10铃。哦，10铃哦，他们那一真的非常温馨。他们那一组也有去中油加油站哦，那他们换了什么呢？他们换了一顶帽子。哦，然后他们就画了一尺一样，他们听我说我们这边员工很多，这两个苹果也吃不到，所以又带一个后拿回来。哎，然后接下来他们到了一个叫彩券嘛，换到彩券，就换到哎没有，就买了一个希望，他说他们买了一个希望，希望可以加成苹果还是可以带回来。哎，所以那个彩券，他们苹果都还没换出去，对，他们苹果还带回来。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到他们对那个知道有这里有一家理发店，
觉得他是把你等一下，我有两个。我想过，对啊，要一块一个。然后他说那一家加的是50，等于算是十元的利息，所以他们的保呢，他们想要说第一最后那个，他们就想要讲那个。哎，他这样花多少时间啊？他要讲那个人文嘛，所以他们说最想找的是什么？一边听故事一边剪头发，就是找里长来那个为他们说明，会被他来访问。所以后来呢，在这个理发厅，在这边一家理发厅，那个理发厅就跟他们讲了讲，结果他们发现说要当那个里长的年纪他们还有段距离，所以他们就决定放弃，就直接访问那个老板娘。哎，那个老板娘，我跟他说那家店很有特色，他们那个是类似就是很传统的那种土系。所以店里面有那种国中生的小学徒啊，有已经成师的那种年轻人，还有老板。然后呢，最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认同，就是有一个镇上的镇民，他带着孙子去剪头发，因为他是非常的热情，就是说他的孙子在那边剪头发，他趁那个空档带他们去。所以他们去了几个点，一个地区小事，但是不认识。去了几个点，几个点就好像比如讲说是个林业，天女山的那个，所以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换的一个，希望他们老师能够一面的能够赶快都交给你。头吗？然后就是那个。也很精彩，也很精彩吧。重点是他们两个苹果还带回来，太了不起了。他们那一组是比较没有去访谈太多的人，然后他们的策略是先吃饱再来换，对不对？一开始就遇到一个亲戚，就是那个主任的亲戚，就拿苹果换一个餐盒。亲戚哦，真的遇到孩子，就是那个小朋友，小朋友他们家。对，真的就遇到他们。你说大海吗？是哦。啊，你说那个大海吗？应该是。总之他们就红叶少棒队的那个吗？对，他们刚好在延席有一个餐盒，他拿一个苹果换一个餐盒，但非常烂，因为没有人要餐盒，6点半了，那餐盒都换不出去，就蛮好笑的。然后他们有换到那个客家的红饼。哦，对。他们比较特别的是，最后他们决定换一个最无价的东西，就是跟一个路人拥抱，就一家人这样抱起来，我觉得比较特别。不然因为他们没有做那些访谈，可能都吃的时间比较多啊，吃完饭，然后有什么清炒茶，我们那也有差不多。比较重点是他的那个拥抱啊，然后红饼也有这样子啊，不错不错。但是换餐盒是很烂，因为每个都不想要，吃饱了都没有人要餐盒。我觉得这有点好笑，很难换。过程中大家都没有。价值观换到价值的一个定义，对，像如果你那一组，他刚刚去的时候，他们大概都有其他东西，这一个有多少钱，市价多少，这个有那个，可是后来他们还是有把它找回来，所以他们换到那个实际的我们那一张彩券，我们换这里之后换的是我们的基本需求。马斯洛的基本需求还是要提高，提高他都爱看。可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点干扰店家，哎，你看我们弄完别人，他们也不会想要那些不一定要换的东西啊。那每一组如果都去转一下，他。所以他选择这个地点，也就是下次如果我们在设计的时候，一定要是那个地方的特色一定要是很多的，不然的话就很像是我们小学课程里面要拜访里长，哇，那个里长有的里长很希望，但有的里长会觉得哇不生其扰，对。学生可能面临到的挫折感会很多，对，第一个可能很热忱，然后后面就会敷衍了事了。他可能刚开始，因为他不见得要我们换的那个东西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刚开始你看这两家都对我们很好，对啊，但是后来去的第二个都被拒绝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他们那一组现在风里也都在忍受嘛，这个吗？对，他们去的这两家他们也都有去，但是他们店家都拒绝他们。哦。